昨天呢熬了一夜，这一窝可算是生完了哈，一共生了四只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四只呢都是公的哈，刚出生不到五个小时吧，你看刚出生的这小崽子，你看还没有手那么长，非常的小哈。你看吃个奶，这个尾巴翘的就像天线一样哈，都翘天上去了，一个争着抢着吃哈。而且狗妈妈的奶水非常好，你看给狗妈妈昨天也是特生完这四只小家伙之后哈，你看也是累的往这一躺一动不动。你看这只小家伙是一个公的哈，你看这刚出生五个小时的小柴犬，你看踢，你看看到了吗，它的肚子吃的圆滚滚的哈，特别的可爱。这一只呢是一个净脸的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毛色，就是它的毛色和其他的毛色不一样，它的毛色明显的发黄，像这一种小的时候黑，长大之后毛色会变成这个赤红色的。你看一窝生了这四只全是公，咱看一下这一只老小哈，它是一个你看吸的特别的紧，看到了吗，你看这舌头，哎呦呦呦，在这抢奶呢，这小家伙你看吸的特别的紧，睡觉吧睡觉吧。你看狗妈妈一听到小狗有动静就醒来看一看啊，因为狗妈妈的这个母性非常好。行了，让他们在这儿吃奶吧，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儿，下期再见吧。